还真的是非常有进步。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是因为初生牛犊都是生瓜蛋子，没见过世面，无知者无畏。你们从一开始的无知无畏，到现在的思维缜密，办案周全，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办案不仅仅需要高智商，更需要高情商，因为犯罪分子个个都是。 活生生的复杂的人，汪老师，我想再试试。什么？我想单独跟许苗才聊聊。好，我们大家继续。 好戏终于落幕了，剧场早就散场了，你没看到观众都已经散场了吗？我不是没走吗？你根本就没看，我听剧场的工作人员说你在没戏的时候来过几次。你错了，其实我一直在默默的关注你，揣摩着你的表演。 警察先生，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我想先回了。你要知道，无论你的演技有多精湛，再好的戏，终将是会落幕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可以假装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你不能一再这样辜负你爸的苦心。 他为了你，不惜断送了当年自己的前途和名誉，可你呢？却不知悔改，非但没能戒掉毒品，反而让你爸也染上了毒瘾。我没有让他为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他多管闲事，替我挡下吸毒的事，然后又没完没了劝我戒毒。毒瘾是那么好戒的吗？如果能戒，我早戒了。可是他偏不信。 说我意志力不够坚定，还天真的要给我来一个现身说法，自己先染上毒瘾，然后再戒掉。结果呢？现在吸的比我还厉害。你说你爸吸毒是为了帮你戒毒，很蠢是不是？很可笑，对不对？我从来没有想让他为我做任何事情。 我有时候还想为他做点什么，所以你又一次看到了城堡敲诈你爸，就决定为他做点什么了，是不是？走吧，跟我回去一趟，有点事儿要问。等等，别忘了带上那把扇子。 关注这把扇子很久了吧？你很在意他？对，他是我的师傅，也就是我的父亲，亲手给我画的扇面。
徐妙才，种种迹象表明是你推了城堡，导致他撞到了栏杆上，并且滚落到桥下。你在查看城堡尸体的时候，擅自掉到了地上，并且沾到了城堡的血液。经过我们检测，血液就是城堡的。为了掩盖上面的血迹，你的父亲帮你在上面画了一只梅花。你说书的时候就用到这把扇子，但你怕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你才会不经意地拿起来又放下。折开了弓箭，弓开如满月。攻城二字刚一出口，就听身后一声炮响，杀来一哨人马，是500飞虎军，为首的一员大将，穿黑挂皂，一身轻，胯下无知棒，手里提的那是丈八蛇矛，看大旗上书几个大字，燕人帐。高顺哪打得过他呀？吕布赶快过去迎战，刚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就听杀喊声四起，曹兵到了。那这是同学们，这真凶落网了，你们倒反而个个无精打采了。我知道，今天这个案子涉及到了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血脉亲情，大家心里多少有些不好受。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生活中很多案件要比这个残酷得多。由于今天这个案子涉及到了毒品，所以改天孟老师还会给大家做一个关于禁毒、缉毒方面的专题延展课程。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大家下课。下课吧。哥几个，这自从我换到了下铺来，我感觉我学习都有劲儿了。我这突然间想起了一首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谢谢阿壮。没事儿，只要你啊，别把床再弄湿就行。我说常理啊，你是真够用功的。你是打算靠这个给期末成绩加分吗？加分是加不了了，但是
还能加点钱。啊？打游戏还能挣钱呢？那你不知道了吧？哥在这打比赛呢，奖金你猜多少钱？多少钱啊？一万。多少？一万。你是抢钱的？哎，哥们儿劝你啊，这违法犯罪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没啥嘛，比赛，正规手续。不过厂里啊，我先问问你啊，你现在告诉我们，你现在排第几了？过两天就参加决赛了。哎，那你要是挣钱了，请大伙吃个饭呗。对，得吃顿大的。这你明点出去，这不必须的必吗？但是厂里，我告诉你啊，还有三天时间可就期末考试了，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啊。有准备。我看你是没准备吧。In real。三天时间可就期末考试了，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啊。有准备？我看你是没准备吧。那你就是不懂我了吧？厂里这小子有事儿，哥。哇！妈，你小子刚才考试那会儿总掏耳朵，哎，你是不是有事儿？没事儿啊，我这个。明，正准备喝中药呢。哦，那我给你治治，真假？不是真的，那不正好吗？让猫给你看看，该吃药吃药，该扎针扎针。先不用，那个最近不是复习嘛，然后玩游戏，来回转的，老毛病了。你看什么呀？看可不行啊，变态啊！看我耳朵眼干嘛呀？嘿，有金箍棒啊！不能回补药。难道咱俩搞错了？搞什么错呀？看看去。金箍棒。干嘛呀？我跟着我，没啥事儿。
我俩就想看看那个金箍棒到底长啥样。我没金箍棒，我又不是孙悟空。哎呀，别整的什么进步金箍棒，你就把你那小发明拿出来让我看看，不就做个弊吗？有什么大不了？去去，你别瞎说，作弊要开除的呢。你也知道这作弊得开除啊？啊，那你还用金箍棒？金箍棒那个棒那个棒。我真没金箍棒啊！哎呀，你俩跟哮天犬似的呢，怎么？这两位警官是来自市局的同志，他们正在负责一起考试作弊的案子。来我们学校呢，是想找一些学生配合办案。我们研究了一下，考虑让你们实验班出马。具体的情况，麻烦您再介绍一下。是这样，最近呢，我们频繁地接到举报，有人利用无线电子通讯系统进行考试的舞弊，而且呢，非常的猖獗，已经涉及到各类的国家考试。我们对这个团伙有了基本的了解，但是呢，他们警惕性很高，导致我们取证有些困难。经局里领导研究决定啊，想请几位同学对我们进行协助，以大学生的身份卧底取证。我觉得呀，这个案子看起来简单，这破获起来没那么轻松。就你知道的多，要是这么容易的话，公安局早就处理好了。班长，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你说咱这事儿怎么办？反正上回市局杨警官来的时候，基本情况都跟你们说过了，你们也清楚了。这个犯罪团伙之所以能这么猖獗，我觉得还是因为他们有市场。可单有市场也不行啊，他们要是骗子呢？所以说呀，他们肯定是有真材实料的，要不然早就没人找他们了。说白了，就叫核心竞争力。对，就是核心竞争力。又有市场，又有真东西，这两点呀，就足以奠定他们的基础。那你说他们是怎么弄到考题的呢？哎，我的班长啊，他们之前拿不到题的，都是考试当天派五六个高手进入考场，半小时，然后你做前20道题，你做中间的20道题，他们分工下去，以此类推，出来之后呢，把这些答案，集中在一起，再从外面把答案传进去。哦，那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些考生其实根本就买不到考题，充其量也只是买了一份答案，对吧？哎。可是现在重大考试不都有信号屏蔽器吗？他们是怎么传出去的？我再给你们长长知识啊！啊，想让一个教室、一个考场把电子通讯设备的信号屏蔽掉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的电子通信一般都是靠电磁波或者是无线电波来传递的。我们可以把教室、考场弄成一个像法拉第笼子一样，捂得严严实实的，这样信号传递不出去，因为会被墙壁所吸收，而且外界的信号也传递不进来。但是呢，这种实验要是在电磁波屏蔽实验室，应该是可以的。咱们这种教室，够呛。可既然普通教室都不好使，为什么还要用呢？现在高考的那种手机屏蔽器啊，其实的原理就是，打比方啊，我跟你说话，同时有20多个人一起跟你说话，你肯定听不到我说的，因为他把我有用的信息放到这些没用的信息当中，就是这样的。哎呀，你这说了大半天，我还是没太听明白。哎，但是我知道啊，考试的时候手机肯定得关机，上缴，对吧？对。这帮人呢，有属于自己的专用通信设备，考场外有个信号发射站。
考场内呢有个信号接收站，特别小，就这么大点，能放在耳洞里边，一般人看不到。他们利用的就是对讲机那种信号源，手机屏蔽器不好使。哦，你们熬什么熬？没什么，厂里跟我们上完课了。按照厂里这么说的话，这个团伙肯定分工非常明确，有出去销售的，有负责技术的，当然还有人负责出答案，也得有人负责协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得分工非常细致。看来得有人混进他们团伙内部，跟他们一起进行销售，也得有人去购买答案，最好是能有人混到他们的答题队伍中去，分进合击，尽早掌握取证证据。哎，鸿飞，你是不是遗漏了技术环节啊？是不是应该让厂里潜入到他们的技术部门当中去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人家的核心技术就是电信技术，哪有那么容易好混进去？哦，那当我没说。你好，我是来应聘的。啊，你好，你有预约吗？有，昨天预约过了。哦，这边检查一下。你好，请上交您的手机。手机？对，因为我们公司内部不允许携带手机进入。哦。请把手臂撑开，谢谢。请转身。谢谢，没有问题。请跟我来。直接客户电话，不做过多解释，开价30000，最低杀价18000。有什么需要，让他们直接来公司面谈，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左顾右盼，不该看的不许看，不该问的不许问。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休息1天，底薪1000，提成另算。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回去等通知吧。你好，请把您二位的手机上交。
对加深。转一下身。没有问题。昨天我们已经在电话里沟通过了，一会儿会有老师给你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请跟我来。你好，请安检一下。记得要把明天和报告。好的。稍等一下。怎么样？没有问题。你先出去吧，请进。二位请坐。情况基本就是这样，你们考虑一下。哎呀，你们这价格能不能再便宜点啊？其他考试嘛，可以稍微少点。我听说你们将来还要出国，还在乎这点钱？这个考试过不了，学位证、毕业证拿不到，那损失的可不只是这几万。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的设备一流，枪手水平高，经验丰富，绝对确保你们刷出高分。光这么说，那你要说万一，我说万一啊，你们给答案错了怎么办？啊，对啊，万一我们过不了，那这钱得退我们吧？这个行业的规矩，绝对不会退钱。不是，那我们这钱不是白花了吗？假如出了问题，我们还会提供后续服务。你们记着，用铅笔在第二张卷子的左下角轻轻点三个小点，但一定不要太规则了。把你们的准考证、复印件提供给我们，我们会知道你们在哪个考场，大概的什么座次顺序。哼，原来你们在阅卷组也有人是吧？手机暂时交由我们保管，等设备取完回来就还给你们。好。挤什么？
见过这个吗？把它塞耳朵里。哎，快快快，来来来来来，看好了。怎么样，掉出来吧？不是，这么小，你取得出来吗？哟，挺神奇啊！你们一人带一个，试试效果咋样？这个，呼，哎呦，怎么回事？你不是之前试好了吗？不是，行不行啊？对了，在考试的前一天要调试好，音量适中。开考半小时之后打开，我们半小时之后会送答案出去。我们的准确率达到98%以上，记住了，如果遇到巡视的，马上关闭，等他们走了之后打开，我们每10分钟重复一次。那主观题呢？这个公司没跟你们说吗？我们只负责客观题，主观题你们自己想吧。哎，我们要是会写，我找你们干嘛？这个我们可管不了啊。如果你不满意，你可以和你们接待的人去说。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就是欺诈啊！反正我要是考不好，就告你们。哼！哎，犯不着，咱不就是为了买这考试？还威胁我呢？你们找错人了吧？看清楚了。这里边有你们是在哪个学校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我都了解得十分清楚。别给我耍花样啊！如果你们敢耍花样，我就奉陪到底。不信咱试试看。答案的接收端手机定位了，好，我马上派人过去。但他不一定是最终发送答案的人，他们很可能以那种信息加密方式在长点那些最终发送答案。人到了先监控，不要打草惊蛇。应该开始第一波重生了。小人，位置能确定吗？问题应该不大，这种无线监测器呢，可以在短短几秒之内把对方的作弊手法，还有那些信号传输信息的方式搞得一清二楚。不仅可以探测到信号，甚至还可以截取里面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们里面说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哎呀，你就说能不能定位，好人赃并获。不管他们的设备有多先进啊，电磁波近大远小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而且我们在这个附近埋设了这么多无线监测器，
朝向了各个方向，我们可以根据距离的远近和信号的强弱来最终确定那个发射器在哪。杨警官，找到了。唐里啊，没想到你这办法真管用，应该给你记功吧？给我记功不行，得给我们全班记功。好，好，好。我觉得这上面突然把咱们召集起来，这是要赏咱们呢？不知道，有可能吧。这次大家齐心协力破获了泄题作弊案，表现出了良好的预备警员职业素养，无论是在行动能力、侦查意识，还是在刑侦配合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在此，上级委托我对大家提出表扬。哎，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啊！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宣布一下。徐老师，是要发奖品吗？你看，我就说嘛，咱们立了那么大功啊，不可能是上级这一两句话就给咱们打了，是吧？上次考试，成绩不算。为什么？为什么啊，徐老师？我可是为了那场考试备战了很久啊。是啊，这也太不公平了。再说了，这做错事儿，又不是我们全部。啊！但是，你们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名学警，发现有队友作弊，非但没有及时阻止，反而借口包庇。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我们不是刚立功了吗？功过相抵呗。功过相抵？你以为是做生意呢？按照规定，考试作弊那是要被开除学籍的。幸好啊，上次是模拟考试，就是为了这次破案所铺垫的，所以呢，你们还有一次机会。
模拟考试这是什么情况啊？模拟考试就是不是正式的考试，包括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自以为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就可以顺利过关的人，其实这些啊我们都已经提前了解和掌握了，所以才放任他在考场上施展自己的科技才华。哼，原来是为了那个案子让我们大家以身设法呀，你们想的可真够周到。哎呀，是啊，这套路有点深呢。啊，我怎么突然间感觉这四周都是监控？其实啊，你们也不用那么紧张，因为每一次行动都是需要做设计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了解行动内容，明确侦查方向。今后等你们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需要独立的进行案件分析和结构，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这些自主能力是必须具备的。好了，后天呢正式考试。我再声明一下，这一次可是正式的期末考试，禁止任何的作弊行为。后天？飘雪的冬天不一定冷，看不见的伤最深，沉默不吭声，紧握着自尊，自己的苦自己忍。谁是我今生最亮的灯？刻在心深处的指纹，让孤独旅程充满了兴奋，先苦后甜才完整。我的心是最透明的门，有太多天真，太多的愚蠢，粉身碎骨也绝不言疼，因为我是男人。走了多少年，早习惯孤单，沿着那条寂寞的之前，我的心是最透明的门，有太多天真。